像不过今天柯文哲他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上又秀出他自己做的民，他们自己阵营做的民调，强调他很重视数据。那这个平均都是领，就是柯文哲先领先8%啦。他今天只是全民调，说这个德国模式啊、日本模式为什么不干脆就用台湾模式？好像也是在跟您选择。其实民调都是参考用的，你没有看到最近常常做的民调公司会领先。赖清不领先柯文哲有一段距离啊，所以民调大家都做参考啦，爱给你家己做的哈，还不如参考外面做的，然后把活科科火比比看嘛，啊，把我们所有政党比比看，大家就很清楚了嘛。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国民党的基层，很多人都是对蓝白很失望，甚至有陆续传出侯韩配有可能跟韩国瑜来做搭档。郭宇是我的老朋友，郭宇一生也是为中华民国而努力，我对他的很多的衷心的信念，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们会一起加油努力。那另外就是前立委沈富雄说啊，弃科保侯引起的，因为侯友的民调已经拉开，那柯文哲支持者有跑到侯友宜这边？我永远坚定走自己的路，我会结合面对共同的理念，大家一起拼赢回中华民国，保卫台澎金马这一块土地人民的安全。那因为先前哪里林权也说他欢迎柯文哲主席来帮他站台，是党党有党的相关的规定，我相信党员会遵守的。现在蓝白合到底有没有一个期限？因为现在离20号也快到了。那如果就是说这个到总统这一局真的没有办法谈成的话，会先来谈立委这一局吗？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嘛，政党合作有各个层面嘛。其实到现在为止，其他层面我觉得谈的都还不错啊。只剩下一个总统有点卡卡的这样，那、啊、当然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嘛，那、啊、这个参事嘛，很多事情顺其自然的、啊，你哦，一赢得赢，啊不赢得不多，大家就心平气和这样。你有给自己设下一个，就是给双方设下一个期限吗？总统？那、啊、如果心平气和、顺其自然，就是没有期限的、啊。虽然柯文哲说国民党两个模式听起来就知道谁会赢，黄珊珊还说这周就要跟副手拍照，是为了跟国民党来换取更多利益吗？那柯文哲昨天他又说还有时间，请耐心等待，市长还有耐心吗？会不会觉得他一变再变？那最后国民党这边的期限会定在什么时候呢？国民党以及15个县市的所长们反映人民的声音，我们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往前走。柯文哲现在是志合道同的朋友嘛，然后另外是这个火车过站其实已经过蛮久了，还要等他。目前国民党很清楚，我们也坚定我们自己的力量，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只要大家愿意团结在一起，志同道合，我们都一起真正的大家好好的去思考政党轮替人民的期待，大家一起往前走。让媒体报道，就是说你跟柯主席在景美这一天见面的时候，你有当面跟他说你不想要当成第一个被全代会提名，但最后你却放弃的这个历史罪人，有没有这件事情？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保家卫国。我可以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全。我永远记得，人民国家的利益远超过政党，更超过派系。那个人更微不足道，我永远信守这个承诺，我们一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保卫中华民国，保卫台湾人民这一块土地。因为15位县市长说要坚定走自己的路，那我们还会提新的方案吗？会不会有没有下次的政党协商？那您会参与吗？因为如果说像柯文哲认为全民都那么棒的话，为什么要加入政党之后他就认为不可以？这一部分国民党都在政党协商当中，我认为参选人努力的、积极的把每一个角色做好。侯柯配没有的话，侯韩配就可能。那你觉得侯韩配是有可能？这个不是韩国瑜自己讲的啦，这个是媒体报道的哦。所以，当然，这个侯友宜市长之前也讲过啊，说很好啊，但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啊。还有就是说，国民党也要预做准备。哦，如果说蓝白合真的
无力回天的时候，当然要有自己的副手，最能够加分的副手。所以韩国瑜市长当然是一个加分很多的副手，哦，那但是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哦，我觉得以我的了解啦，他对于再参加选举这件事情，哦，是比较没有那么正面，就是说他并不很高的意愿要继续参与选举，这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过最后还是尊重当事人，也许他会因为说大局着想，大局为重，然后来参选，也有可能，哦，啊，所以这个当然就最后还是尊重韩市长。想要跟主席请教说，传出之前韩国瑜跟您见面的时候有明确说没有侯科配的话就只有侯韩配，那有这样的事情吗？韩国瑜没有当面跟我说过有侯韩配这件事情，我在跟他交往，在讲话过程中没有这一条。我看说现在好像蓝白合持续的卡关，所以基层传出侯韩配的声音。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侯友宜跟韩市长都是国民党重要的人物，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回应民意的需求最重要，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最后的一个蓝白合状况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当然时间非常的近。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包含政党政治人物都是依照民众所要的为第一优先，所以我认为不管是朱立伦主席、韩国瑜市长或者其他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会以民意为最大优先的考量。那民众有需求，我觉得政党跟政治人物就应该好好来努力。高雄绿营选，他最近就有喊出说欢迎柯文哲来站台。那会觉得说柯文哲如果帮小鸡站台的话，是不是对他选情也可以让选票最大？当然不是，我想在这个部分，党有党纪，党有党格，说出不恰当而且跟现在党的规矩规范不相同的话，我觉得反而会让自己的支持者流失。所以在这个部分，虽然我跟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位被提名人啊也非常的熟悉，但是我真的认为不要为了上媒体而去讲一些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话。那抢占版面也许重要，但是真真正正拿到选票更重要，所以我只能这样讲。我觉得我认为有时候啊，偷鸡不着蚀把米。